平时严格要求，你讲要求什么质量管控，每一件每一项都要搞好把好关。我叫韦国荣，来自广西永安县壮族，1990年3月15日。如果有人问我你的家在哪里，我会毫不犹豫脱口而出，我的家就在部队。因为到目前为止，我在老家只生活了18年，而在部队已经有26年了。我的专业是机械加工，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以一个师为计量单位，它的大小相当于一根头发直径的1/6。用普通车床加工出磨床的精度是我一项绝活，为了实现这个目标，我付出了一截手指的代价。在我眼里，每一个零件都是一件艺术品，它的好坏小到可以让一辆装甲装备失去战斗技能，大到可以改变一场战斗的结局。战友们都知道我的嗓门大，那是因为我的体积足，我的脑门大是因为我的脑细胞活跃。其实在我的内心深处，以部队为家，用数据说话，这才是我一直以来的原动力。讲述军旅故事，分享励志人生。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军旅人生。2015年底，我们的系列节目《顶天立地》的冰播出之后呢，栏目官方微信平台的留言板特别火爆，观众纷纷为这些老班长点赞。评论栏里总会出现各种认战友、认班长的场面。今天起呢，我们栏目将连续推出4名一级军士长。今天我们节目的主人公韦国荣，他的工作呢就是以丝为计量单位的，以丝就是0.01毫米。它相当于一根头发的1/6。韦国荣告诉我们，要想干好他的工作，心细和眼尖还远远不够，必须达到一切要用数据说话的标准。这也是他当兵26年的不懈追求。新年的第一个工作日，韦国荣就接到了业务处工程师张继的电话，要他马上赶到指控修理车间。指控修理车间主要担负装甲装备指控、通信系统以及火控、观瞄系统的修理任务。由于各个零部件都高度精密，需要一个超静的工作环境，因此来到这里工作的人身上不能携带一丝灰尘。韦国荣作为战区第一刀，这样直接被请到指控车间，目前还是第一次，因此他越往里走越意识到这个任务不那么简单。骨子里面有一种不服输的感觉，叫别人能做的事情我可以做好，或者说我要比别人做得更好，才是我的工作标准。立正，交杆起。我可以做得比别人更好，这是韦国荣走进部队那天给自己定下的标准。1990年3月，韦国荣辞去村小学代课老师的工作，入伍来到了这里。凭技术吃饭，靠本事啊立身啊，就是你这个单位，如果你在这个单位，如果是自己没有点技术方面的一些这个水平的话呢，应该说很难立身。韦国荣心里清楚，要想在这里出人头地，必须掌握一门过硬的技术。新兵下连后，他被分配到零件修复车间学习车工。车工告的是3分技术7分刀，就说这个车刀对你这个加工质量、加工的工件出来的成品非常重要，所以说磨刀是每个学徒的非常重要的一门技术课。第一句选好砂轮侧面上，就是我们这个要磨刀的时候不能正对着砂轮，或者这个正侧面对着砂轮，要这个斜面45度角，保证个人的安全。这个第二个是手握车刀
找中心，我们这个车道啊要放在中间，差了在中心水平线这里，中心。眼光火化来修正呢，就是眼。这是韦国荣根据自己多年经验总结出的磨刀七绝。至今韦国荣还清楚地记得，那个时候每天除了学习理论，剩下的时间就是磨刀。磨刀这个工作啊不太好接受，第一个来讲，磨完以后全身的灰尘，两个鼻子全是黑乎乎的，第二个还是孤少无味，一直拿着车刀对着杀人那里磨啊，看那个火花什么东西啊。那段日子里，韦国荣真正理解了磨刀不误砍柴工这句话的含义。按照要求，磨刀时必须聚精会神，他练就了刀在砂轮上不眨眼的硬功。业余时间，新学员可以选择自由活动，只有韦国荣还是选择磨刀，因为他始终记着教员的话，三分技术，七分刀工。可以做得比别人更好，这样的工作标准让韦国荣迅速成长为车间的技术尖子。1995年，韦国荣如愿以偿穿上了四个兜，成了拿工资的志愿兵。时间是最好的试金石。2001年11月，总部对全军装甲修理机构进行质量大检查，其中有一项很重要的考核，就是实际操作。这个锤工的一个科目，就是锤这个零件，这个零件呢是有内圆，有外圆，有螺纹，它就是这个面比较广，就是这个比较复杂。这可以说，在我这个以前的工作之中，这个公差尺寸要求没有这么严过。它这个图纸上面的要求，小的公差范围这0.016毫米，这个什么概念？一根头发丝的直径的1/3，所以感觉到应该困难比较大，挑战性比较大。面对从未有过的挑战，韦国荣登场了。按照正常的工艺流程，这样高精度的零件需要经过车模等多道工序。然而韦国荣凭借扎实的车工技术，进刀退刀换刀，刀刀到位，直接用普通车床一次性完成。这个当时的话是规定的是用的普通车床，所以按照专家的这个评价原话来讲，就是用普通车床加工出来的磨床的精度啊，就是表面光洁度啊，这个非常高，啊，这个对他这个评价的非常好。这个里面原有的这个设定了一点程序在里面，它第一个程序。因为这次考核，韦国荣获得了战区第一刀的美誉，也得以继续留在部队。凝固在这个刀的尺寸。如果你没有技术的话，组织留你干什么？你留在这里又有什么作用？发挥什么作用？再一个来说，你这个留下你不几个这个典范作用，不几个这个先锋模范的作用，留下来干什么？留在部队就要发挥作用。从此每每遇到像今天这样的技术难题，韦国荣从未退却，只有一个选择，迎难而上。请从后门进出。目前呢，这个私家车圈呢就这一个，这个需要你看一下。应该有4年多吧，4.1。4.15。4.15是吧？是。我量的时候是4.12，我那个有点误差。4.15，你。这个工件叫视差调节圈，它是96式坦克夜视仪上的一个零部件。经过测算，韦国荣需要将它削掉0.06毫米，也就是一根头发的厚度。0.06毫米嘛，很简单嘛。可是当我接到真正把这个工件拿到手的时候，我眼睛傻了。这是唯一的一个工件，韦国荣必须要在确保不能报废的前提下将它修复成功。这还有点难度的，对吧？就说加工不用是削或者切，它要非常的平，不能说有高有低。这个件呢难在哪里呢？它是薄皮件，还
还有一个它的材料不一样，它是铝。走出指控修理车间的那一刻，这句话就一直在提醒着韦国荣，一次机会只能成功，不许失败。每一件每一项都要搞好把好关。我叫韦国荣，来自广西永安县，壮族，1990年3月入伍。我的专业是机械加工，用普通车床加工出磨床的精度是我一项绝活。为了实现这个目标，我付出了一截手指的代价。在我眼里，每一个零件都是一件艺术品，它的好坏小到可以让一辆装甲装备失去战斗技能，大到可以改变一场战斗的结局。战友们都知道我的嗓门大，那是因为我的底气足；我的脑门大，是因为我的脑细胞活跃。其实在我的内心深处，以部队为家，用数据说话，这才是我一直以来的原动力。指控修理车间距离零件修复车间不到100米，韦国荣边走边琢磨，足足走了10分钟。因为考虑到材质是铝，不可能吸到磨床上，那就剩下一条路了，只能在车床上削。然而韦国荣到车床上一试，发现没有合适的工装能够夹住它。难题摆在这儿了，韦国荣该怎样解决它呢？新兵到现在一直没离开过这个车间，所以讲这个车间的每一个角落，每一样设备，每个工具柜里面摆放应该摆放什么东西，我都比较了解。以前嘛，我是这个家里面一个成员嘛，现在当摩托车20多年了，我这个整个车间技术方面，党委都有决定由我来这个负责这个，那么我感觉我就是一个家长一样的。韦国荣走上家长岗位的那一年是2002年。韦国荣清楚地记得，自从有了战区第一刀的美誉，找他的人更多了，自己感觉也更牛了。但是就是在这个时候，一次意外让韦国荣清醒了。那一天他正在车床上修复一个零件，因为分心走神，大拇指被刀削掉了一截。第一个想法就是想，完了，我能不能在还在部队干啊？这个手这个变成这个样子了，部队还要不要我？俗话说十指连心，韦国荣在医院休养的日子里，经常会在睡梦中惊醒，害怕自己会因此离开部队。韦国荣老家在广西的大山里，从小他就有一个心愿，长大后要走出大山，出人头地。如果你坐在门口坐一整天，可能看不到10个人以上在走动，更不用说看得到一个新鲜的面孔或者是个陌生面孔路过你家门口，就骗到这个程度。正是因为部队让他找到了自己人生的目标，尽管一路走来无比艰难，但是每一次机会他都非常珍惜。每次加班的话他都没拿下，这主动力啊，这个要这个，就是在实践当中来锻炼自己的，提高自己。说每次为什么说一休假，不管是长假短假，真的是一个电话就赶到部队来了。幸运的是，被截掉1厘米的大拇指并没有影响到他的工作，这也意味着他可以继续留在部队。血的教训让韦国荣从此长了记性，做任何事情都必须严格要求，认真对待，同时也让他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只有更上一个台阶，才能真正走出大山，为部队提供更好的服务。仅仅3年时间，韦国荣自学了焊工、钳工等10几个工种，并且拿到了高级技师的资格证。2013年12月，韦国荣被晋升为一级军士长。
他的这个对工作这个态度，我觉得就是说感觉这个人确实是一个比较认真负责任的人。如果说一个认真的人的话，就肯定是能够靠得住的，能够托付终身的，我是觉得。大多数人是喜欢老班长的，少数人也是反感。反感就是说他就是做事情，就是一般是做事情太较劲了。接到一个任务，接到一项工作，我总想到有再多的困难，那么办法总会比困难多。一条路走不通，我走另外一条路；第二条路走不通，我再走第三条路。我始终会找到这个解决困难的办法。视察调节环不能上磨床，直接上磨床又没有合适的工装将它夹住。作为大队的高级技师，斩区第一刀，韦国荣决定另辟蹊径。我也选择了，就是做了个工装吧，做了工装，把这个调整圈把它固定住。固定之后要通过百分表，通过很长的时间给它校正。你如果校不好，会造成一边厚一边薄，或者说把这个船整个都车到位了，这个零件它就报废了。经过长时间的综合比对，最终韦国荣选择一根塑料尼龙棒来制作工装。把这个塑料棒加工到刚好跟它这个内圈的直径一样大，把它套进去以后，那么通过一定的加热方法，把这个塑料棒加一点热，它膨胀了，就把这个弓箭是不是能够就卡紧了。每每走上操作台，韦国荣就像是走进了自己的创作室，他都会全身心的投入，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拿出最满意的作品。每加工一样东西，其实就跟画家画的一幅画，书法家写的一幅字一样，艺术品一样的，你拿出去就是个成品，拿出去就是别人看了没话说的。韦国荣再次出现在指控修理车间的时候，已经是第二天一早了。他把修复好的零件送到这里，进行最后的调试。现在这效果清楚，原来是看不清楚是吧？是，原来是看不清楚，原来是非常模糊。那现在就可以用了呗？对，到底真的是大师吗？过奖过奖。经过韦国荣修复后的零件，完全符合叶世仪的使用标准。走出车间的那一刻，他也终于松了一口气。可以这么说吧，这个整个技术局里面的角角落落，我都非常熟悉。营区呢？邻居也是一样，哪怕哪里有。韦国荣在这个大院里已经整整工作了26年，工作之余哪里需要修修补补了，哪里就会出现他的身影。如果你看到这个，你看到哪里你不注意去观察它，也不没有那个心去解决这个问题，那么估计就是说你都没心里面没把它当回事，没当回事的话，你看你就不想着想不到去做那个事情。每年两次车间标牌上描字由他亲自上阵，用来栏树叶的挡板由他亲自焊接制作，电动门下铺设导轨由他带队设计，每一个角落韦国荣都倾注了智慧和汗水，因为在他心里部队就是他第二个家。数据清楚的极致，才能实现装备的零误差。
喜欢用数据说话的韦国荣自己算了一笔账，他在部队服役26年，其中呢有10%的时间给了家庭，15%的时间放在了学习上，剩下75%全部在服务部队保障装备。韦国荣说，只有时刻把部队的事儿看在眼里，放在心上，以部队为家，才不是一句空话。哪怕是再过几年自己退休了，如果部队需要，也会随叫随到。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，预知更多最新军事动态，请访问屏幕提示网址，登录中国军事网。你也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，下载中国军事网 APP， 关注军旅人生微信公众平台。明天的节目，我们将带您认识一位专门给武器装备维修心脏的一级军事长，期待您的关注。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，再见。比武场激情如火，26年间，他在游击大赛中披荆斩棘，屡屡夺金。训练场默默守望，5次全军比武，他挑战自我，终成全团游击大王。军旅人生下期为您播出，蒋其长，老兵向前冲。